有没有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印度教吗？你是说印度教是吧？对，是都生在印度，但是佛教是佛教，印度教是印度教啊。当年释迦牟尼佛也列过印度教啊。当时刚开始印度教在印度是主流嘛，有他的很重要的几部经典啊，什么这些都大家也可以有时候浏览，也写的也不错。就是你那个什么。但是佛教呢，释迦牟尼佛修炼完印度的啊，包括四禅八定啊，包括涅槃啊，包括轮回这些就是词语术语，印度教也有。所以当年释迦牟尼的很多弟子都是从印度教过来的。释迦牟尼佛修完以后，他觉得在这里边他没有开悟，他没有安心，就说他已经有四禅八定，有神通，有法力了，但是他还不安心。他因为有迷茫，你就不安心嘛，因为你还有盲区嘛。在某些地方你还是迷失的，还是迷茫的，没找到生命的根本的意义啊，没找到生命的源头，这些都没有，所以他还是迷失。所以他就坐在菩提树下自己开始修行，最后他突破了这个，哎，就是彻底的大彻大悟成道了，所以他就自己创立了佛教。所以他是这个宗教是另他在最高之界上，在讲在表述最高之界的方都跟印度教完全不同啊。直接上你我建议你可以学瑜伽，你可以学太极拳，你可以学道家的的炼丹，没问题。但我建议你的最高直接是佛的空性正见，以这个缘起性空思想啊，这些以这些思想指导你的所有的底下的修行，哎，这是解脱道。甚至你可以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一个宗派，你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家教徒，你甚至可以不承认自己是任何一个像，但是你可以借鉴他们的最高的东西。我是看过这些东西，印度教也看过啊，说道家我也比较过的，也想了解为什么印度最后佛教在印度灭了，印度教又成为了主流，现在在印度，那是不是印度教更厉害？它为什么流传这么久是吧？它的优点在哪的？我也是看过的啊，什么博伽梵歌这些都看过，就是看完以后我还是选了佛教。佛教的理论在阐述上，最高之界的阐述上，释迦牟尼讲的是最好的。宇宙从哪来的啊？印度教会的啊，梵天你要跟梵天合一啊，是梵天大梵天的一个梦啊，等等。对众生来说，这种教会众生是解脱不了的，因为怎么讲很重要，知道吧？这是个梦境啊，是不是？但是有一个人做梦你就出不去了，是吧？你有一个我在这做梦你就出不去。佛是无我的，知道吧？佛想缘起性空，诸缘毕竟空，然后没有第一个，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你不需要跟谁合一。知道不需要跟谁合一，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成佛，这个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芥蒂，知道吧？所以这些芥蒂的进入，就是让人能够解脱。如果你不相信你是佛，你是成不了佛的，这个芥蒂很重要，知道？如果你本来不是，你怎么肯放下盲区，你觉醒你就成道呢？你要努力的从一个人修成佛，从一个众生成佛，那个路太漫长了，而且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嗯，是，嗯，惭不惭愧于修行有没有？什么？影响修行的事儿很多，不单单是剖腹产，其他的也影响。贪嗔痴慢疑最影响，习气欲望最影响，不正确的知见最影响，而不是你在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这些都不影响。所以开始修行，大家要抓重点，知见，你对这个世界怎么看的？如果这个三维时空，这个世界真实不虚，对你是出不去的。但佛说。这个世界是你的颠倒梦想导致的习气欲望幻化出来的，时空是个幻境，这个芥蒂就能让你抽离出来，从自己的这个抽离出来。因为这个既然这个睁开眼，这个扇子是你定义出来的，所以你就透视不过这扇子，因为你有定义它真实存在了，所以你的视力是没有透视的，因为这个东西在你的头脑定义出来的，墙是你定义的。但这些刚开始说你来到这个芥蒂你就穿墙而过了，你不会，是因为你需要修正，就是六根的这种迷失个垢，已经佛说已经从迷到迷，以力成劫，这个迷能够一下子转过来需要修正的，修正防断德嘛，这是经楞严经的原话。我们已经以力成沙劫啊，日子太多了，你的垢已经是就是垢啊，有垢啊，你带着习气欲望看，改习气欲望是修正的第一个。所以佛教里面有戒律，知道吧？戒律是什么？我们随心所欲惯了嘛，停下来，吸气欲望，你就六根清净，清净你才能看清实相啊，清净你才能修别的，
修止观啊，修什么修这些，然后你才能够知道时空的假象啊。不是说是从一开始大家说，哎呀，我今天中午吃了个鸡腿，啊，这个说影响不影响修行？中午我吃鸡腿了，老师，我说我能说影响吗？还是能说不影响？然后我说你中午吃鸡腿的时候超度没有啊？你有没有念咒啊？慈悲没有啊？说我慈悲心没丢，我留着力吃的。我说行了，就那样吧。然后我说不影响，没问题，明天继续修，是吧？但是你说我丢了慈悲心了，我觉得那个动物该吃，好影响。起心动念很重要，你怎么认为的？你说我今天有病了，我的身体确实需要这个动物的滋养，当药吃。情有可原，因为你的生命没有生命你怎么修行？我们这是个权益者吧，等我有一天成佛了还报啊，还你众生啊，是吧？当然我们还有也有三千方面里边也有三千方面还需要超度啊放生啊去弥补这个自己的愧疚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处理。影响不影响看你怎么想啊，也有可能影响，也不能影响，是吧？反正只要我们没成佛以前好像啥也影响啥也不影响，是吧？我们本来是佛，佛说我们不然，从这个见地上没有什么能影响我们的本觉，如如不动的在这里，如来时空是假象，时空假象你都无生，没有生过也没有死过没有轮转过，怎么能影响你呢？你所吃所喝见闻觉知你的习气欲望都是个梦幻境，所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每一个东西都影响你们，有什么不影响你？什么都影响。你做了就是做了的果，没做就是没做的果，有因果业报，知道吧？你觉醒了，什么也不要。不迷失的时候没有什么，你的起心动念每个念佛说都在造业，在轮转，制造轮转之梦，知道吧？就是这样。所以见地一定要很重要啊！大家这个见地是很就是，所以空性这些我们大家可以浏览一度马赞。其实你们的很多问题，其他师兄们都带你们问过了。浏览一度马赞，你不一定听懂，不一定要成佛，也可以听听啊。浏览里边的知见，七年了，不断的说空性正见，知道？先听懂，然后去改。为什么？你有一个理论知点了，你才改习气改得有力量。否则你没有理论知点，我凭什么改？他骂我忍，凭什么忍？凭什么给我个原因，给我一个理由？因为你要成佛，因为你就算你不成佛，因为你觉得苦难在这儿。为什么苦难？佛说这个世界的苦难是因为我们习气导致的。如果没有这个理论，你怎么知道三恶道怎么去掉？那阿弥陀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极乐世界怎么可能没有三恶道，是吧？时间空间因为众生有习气有欲望，为什么没三恶道？没有害于被害想，是吧？就可以啊，因为伤害是什么？你可以不伤害别人，但是别人伤害你啊，你有被伤害的感觉啊，有被伤害的想法，有被伤害的感觉，三恶道就在你的世界，是吧？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人性是恶的，三恶道就在你这儿，不是你善良你就没三恶道，你就能出了三恶道的轮转，出不去啊，你需要觉醒啊，是吧？需要修正，把这垢都洗掉。修正是个时间问题，慢慢大家来，但是知见很对，你才能去有力量去走完全程。知见不对，你走走就茫然了。打坐坚持八个小时我就能成佛，你会怀疑的，因为坐迷糊了，我干啥呢，是吧？这看也迷糊了，说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甚至阿罗还修那么久，坐了800年，这看也都迷糊，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坐干啥呢，是吧？忘了要成佛，这大家也他阿罗汉已经很快觉醒了，是吧？我们就是做了开始学佛的，打坐听着音乐，刚开始发心，我还要成佛成菩萨，我要解脱轮回有轮转啊，这个世界我要改习气，做了8个小时，这可以干什么的？难道这样能成佛？怀疑了，脑子不转了，是吧？理路之间要很通透，你才能走完，你才会坚持，你才会持戒，你才会主动的持戒，不用老师教你，是吧？因为用戒力，为什么要戒？戒就像篱笆，它守护你，让你那个里边你那个心就像一只鸡，小鸡仔要从那个篱笆里边飞出去，因为你要随心所欲，那个篱笆拦住你，不让你放逸，知道吧？因为放逸就跟着轮转了嘛，你放逸你就造你就喜气欲望犯了嘛，你再放逸呢，它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时间久了，慢慢的你就成为一个，哎。那个小鸡不飞的那个人了，然后你就成为自然的成为戒律本身，这就得了戒体，知道吧？就你就很开心，持戒这件事不难，是吧？杀盗淫不做完了呗，我又不爱做，就自然的就不那么难了，刚开始就是那样啊。
还有配合修禅定啊，改习气修禅定，然后还有明年大家就是注意，就是注意是少吃点肉，是什么这个肉里边还有一些很多的传染病啊，就是因为这个肉食，但是当药吃可以啊，就是有可以是我咱们不说修行，就是说因为动物是有情感的，我就还是说动物可能有怨气，时间久了累积的啊，它可能那个肉里边有点不干净，就是有些传染病了，有些病毒的，你要吃、感染上啊，就是说就注意饮食的卫生啊。动物里边那个肉可以强壮我们体魄，但是那个气不一定能转了。如果你们说我想吃肉，但是呢我也能转。这是大力菩萨的愿，你没问题，你继续吃，但是呢净杀盗淫，就是特别注意你的杀心盗心淫心的泛滥，如果这一块能戒了，你继续吃，你可能传染的几率比较少啊。啊，肉里携带着怨气也带着，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啊。所以不是大家成不成佛的问题，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说有时候就怕它有传染病，怕动物有传染病啊，传到我们人体上啊。